保护一下队友。真正的嗜好从来不会重要。打了我们一个骸骨渡城。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先补刀，舔一口，哟，舔，舔，呀，我操！哎，这个扣没中，可是有点伤啊。这坑没中，可是真是有点伤了。呀！哎，有点卡感觉。先插个眼儿的，看看包女儿来没来啊？完了，碰上了一个防御塔制造者。走了，疾跑开起来。A 死的，哎，好卡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可以打，不行，我发现我这 Q 啊，还是不能不是智能施法，还得是智能施法。任何有深度的东西都是凶器。哎，真的好卡呀！我右上角延迟没有啊？为什么 无延迟这么卡呀？他不是带着疾跑吗？哎呦，他没带闪呢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知道他没带闪，带着点烟，我就不跟他打了这波。我以为他没点烟呢，但是真的好卡哟。哎，我记得他带的是疾跑加闪现，怎么变成点烟了呢？刚才应该重上一下的。多么令人愉快！
哎呦，这卡呀，我都以为他没死。我得重上一下。哎，这小子怎么生了呢？哎，嘿嘿嘿，没视野了，正好我舌头有点长 ，A 了他一下。哎呦！这怎么回事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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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冲上！快点冲上！可太卡了的。离开！我要离开！快点让我离开！好吧。快点离开！还不离开？哎呀，我的那啥呀，我的兵线呢？没事，让他回不了线上就行。知道我舔你一下，你掉多少血吗？你不知道。呀，被小兵打了。啊，这玩意儿呢，原来是可以被小兵挡的呀。还是卡。拜拜。哟，还是卡。哎呀，这包女那镖扎一半儿啊！我天。啥玩意儿愣啊，这是。哎呀，咋这么卡呢？我真不是装逼，我说实话，要是真是不卡的话，我随便杀他，就这包女儿。咱不要把卡算作我的装备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来，我来了。
咬我。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卢仙死了。算了。这个才叫装备，明白没？他这才叫装备，俺们那不叫装备。这怎么有个炮车呢？我的盛宴从慢慢出现，跑得有点慢的。来跑，我看能跑哪去啊、哦、延迟为啥卡呢？凭什么卡呢？没事，我把蓝拿了，你把人杀了，挺好，我们分工明确。给你扫一下，我去上路找着瞒着去。我的满大哥还出美甲的窃魂卷，我给你狠的。我拒绝屈服于崩塌。这咋的了这？耶、yeah? 哎呀我操，我按的 W 加 Q 啊，怎么先 Q 了呢？不能够啊。真卡呀，我这大舌头都这么卡。看来兄弟们这把打完天意应该是让我们要下棋了。要不然有点卡，属实是有点玩不了。哎呀，我好疼啊！走呗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这没舔着吗？哎呀，这帮人呢，小龙也不打，你说，来个智慧墨印，搞个智慧墨印。其实我觉得这玩意儿出个破败行，你们觉得呢？出个破败一吸，然后整个板甲，破败板甲，最后再整个别的，跑得快点的装备。然后我们打单带，
都懒得杀你，都不敌我装备值钱，都不敌我的小兵值钱，不追他了。哎呦啊，16层杀人术，还劣势局呢，我的妈呀。咱也不知道他要干哈，你这上来夸开个疾跑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包女儿可能要来了，在这等他一会儿啊，把这打了来。上去把蛮子杀了吧，来吧。他指定不能走，还得往前走，去接他去。进草丛了。嗯，哪去了？18、20，我估计这把可能要输了。这包女儿马上就无敌，这队友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你搞不懂。猛劲送啊，完事我还卡，而且这油这蛤蟆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河流之王啊，这鲶鱼这英雄，你知道为啥不爱玩？笨，不好带，带不动他。你像这种英雄太笨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说是能打的人特别多，人家跑。知道吧，人家跑你就没有办法，你就追不上。而且你找机会能力比较差。你不像那有突进英雄那行，你看这猛劲送，那你说你咋打？你玩这玩意儿你也不能一打五，你也打不过。妈了个蛋！走位来，走位。哎呦，瞒着有大了，破败板甲。
打不过。野区压三级，中单压一级 ，AD 压三级，辅助压两级，这是四路猎。这把要玩个猴啊，还能赢。不行，以后不能玩这种英雄，玩的烦，你知道吗？你玩这种英雄他妈带不动，贼讨厌。关键老水友让我玩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满足一手水友的要求。几个人呢？这也没法打呀，这。这个可以尝试一下。你往我这儿跑啊！你看人家跑，你追不上，你说你咋整？不是你们的，那确实有个水友跟我说，我一开始选的时候我就说有个水友跟我说玩一把河流蜘蛛，我说行，我也来一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水友说的？别整得像挺委屈的似的，哎，我的，本来就是你们的。看得开心，一点都不开心。那麻子257让他赢了，你说对面有个包女儿，那包女儿25成杀人数。你咋死的呀？你说你。真他妈的。让那小破包女给赢了，玩的多难受，在我面前搁这装呗，你装你妈的，你都装。装不知道装什么玩意儿了，你有什么好装的呢？你说你真的打得挺烦，你知道吧？你老让他在我们这儿装着，也不知道装什么玩意儿呢。这能开心吗？你这，关键还是卡，还是说有点卡。